南投竹山紫南宫在今年的这个中秋连假是大放送，只要民众捐出热血，就送出了招财钱母套币或是琉璃钱母项链。昨天连假的第一天就吸引了满满人潮，民众顶着大太阳排队，现场大排长龙，几乎看不见尽头。南投竹山紫南宫响应公益，举办捐血送钱母活动，准备上千份的琉璃钱母项链要送给捐血民众，吸引满满人潮。发那一个琉璃项链，我觉得很特别。具有那一个纪念价值。现场许多人一大早就来排队，不只是想拿到钱母，更是响应公益为血库补充量能。因为现阶段医疗缺血状态，总体库存只剩3.5天，对比正常库存7天，实在严重短缺。对此，庙方特别大放送，号召民众挽袖捐血。就特别加码，就是我们的套币，那还有琉璃项链哈，由我们这个信众，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多人会来参与这个捐血活动。更有业者脑筋动得快，研发新款保温瓶，直接把钱母镶进瓶盖，让信众能够随身带着走。庙方在中秋佳节端出钱母大放送，不只吸引民众踊跃献热血，也看出紫南宫的强大号召力。记者曾如晨南投报道。